大门啊，代表会大门啊。我没有带手机来，现场会好多。现在还不可以啦，有时间性的。新的一年啊，新的气象。我们指挥乡109年新春会好的活动，今天正式展开。那我们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的橘子部的大队长带领到我们的书法家何老师跟另外一个老师两个专程来举办来办。那今天早晨我们在举办的西举已经办了第一场，那现在在东举办的特别是我们的郑村长大宁的村长特别邀请说我们东举也要办一场，所以说我们下午就来这边办。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了那么多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北一在这边也代表我们举办的乡亲，感谢你们愿意来我们举办家来为我们服务，来我们义诊，在这边特别的再次的感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过年期间，这是我们大型的一种的习俗活动，贴春联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要做的一个过年的一种的氛围。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我们的书法家尽量的绘好。让我们的乡亲待会有空的时候就尽量的索取带回家贴下，让我们举办乡农历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气氛。在这边预祝我们所有的乡亲跟所有的军中的弟兄们，大家新年快乐啊，鼠年行大运。大家这就开始，只要我们乡亲喜欢自己心里有想写什么，就可以直接请我们老师的绘画。再看看，再写什么？好玩的，不一样啊，不一样。